三个人，吼、哦，先提问题，啊，问题三个人讲煞，讲来回答，啊，回答完了就互相联络，好、啊，来，啊，咱即摆就开始，好不好？来，有啥物啥物人，你啥物问题？来，后边迄个麦克。来，这伊就做个中官啦吼，啊，市委中官，啊，在这各位提议台好啦吼。今日这个照顾伊群体，伊个福利做单位吼，我真正要来替阮七股下后的乌龙吼，来做一个建议啦吼。因为这个若每一处天然的灾害啦吼，咱乌龙一公顷的乌啊，它补助1万5啦吼，啊1万5放养量是1万条，1万条乌条啦吼，啊，阮是用伊导喷树咧养殖啦吼，结果唔知对一个朴树吼，伊一公顷。阮一公顷的乌蝶地，阮若拍三杯倒杯啊，阮就会当饲到1万条啦吼。啊，你空照图照落，这三杯乌蝶的品质是一套一分地。讲安尼，伊一分的补助，有补助2500，啊有补助几百块啊。吼，啊种乌龙吼，若听着讲有天然的救助，伊才是真欢喜。讲政府有在照顾乌龙，即摆听着讲，吼啊乌龙佫有天然的救助啊，天然灾害救助，大家配合啊。哦，啊，这毋是咱，这嘛是咱渔业署，可能咱渔业署的长官的规定啦，渔业署的规定无咱公所啦，市政府袂安尼做啦。伊即摆伊空照就照三杯乌饼甲一分钱，啊，你阮一家的乌饼的，毋着阮叫阮乌饼泡乌北起来，鱼排咱拢毋免出钱。哦，啊，若今日要照顾乌龙，就是哦，要照顾渔民，哦，啊，等下就甲阮答复一下，或者乌龙再有一个关于的答复，谢谢。好，谢谢，谢贵姓。小弟内容七股中山的里长，也是咱们区议会理事。哦，啊你，秘书哈。等下我补充者，你鹅啊一公顷，甲补助2万，啊你粉鱼啊一公顷补助10.5万，真正有够无公平。你一公顷的鹅啊成本哦，甚至要30-40万啦。啊，30-40万啦，当着天然救助进啦，像我隔壁这个啦，甲补助500块啦，啊，着去中海中山四抓啦。这实在是咧糟蹋鹅农，是咧照顾鹅农。谢谢。嗯，多谢你，吴秘书。来，第几位？第几位？有无？好，来，来几位？啊，来啊，咱这个啊，市长吼，啊，咱即摆即个关于像咱头底啊，里长即个议会啊，即个迄落可讲吼，所讲的即个代志，伊关于有关咱即个鹅啊，你即个鹅啊，确实事实是补助了，够无公平？真正无公平！你叫啊会当？一架桶11万，额外卡补助一个2000万块，这警察侪是上过超重。你过去所有我像做一寡在咱市府吼，咱市府嘛有发动，有来看这额外。所看人，大家咧问个讲，哦，要去看啥？讲要看额外，咱大家安那，彼条也唔爱讲啦，三二九唔爱讲啦，唔是像伊早讲话要补助几点嘛，嘛来支持一下咱的一些成本的，这唔是调平唔着讲要补助额外。比如迄三二五，我唔爱讲啦。哦，所以讲即摆咧，渔民对咱到底是咱中央是拢下令来，互咱公所讲，来用爱补助偌济，补助偌济。但是伊比如查咱分桥也是差有够济。我想希望咱中央当然咱探讨一下，会当甲改进。咱补助别补助，等伊爱往哪伊有相关照顾渔民的，一切就补一下。哦，拜托。好，多谢。啊，你问一下过来，哦，是不是？哦，来，第三位有无？来，好，对。介绍说明一下中观大学的嘛。我是老人，较不够面体会啦。但是阮是台古市台南区，迄个第三班的三十班的，我担任第三班的班长。阮遮渔民，我今仔日恁渔业署来要来劝教恁吼。阮前恁我伫咧7-8年啊吼，进前马英九坐飞机，有渔业署长来远洋渔港讨论，我有甲伊建议讲，恁遮的渔船啊有咧补助游艇，啊，阮遮渔民咧做无奈，恁嘛咧补助阮的电艇啊，是要游艇，要买酒。恁有讲要补助阮的核电厂，啊用哪济补助哪济啦？
但是拢头着一万块，用一万块来讲，补贴头千一块啦。伫咧头尾七年外就拢有偏有传啦。今摆用计要下任来，过六七下再政府来就拢无啊，拢无搞阮偏有传啦。但是我就有去电力公司改签到，伊讲企业数都无偏有传啦，安尼质量阮无法度啦。我来拜托恁企业主爱甲阮关心者吼、哦，啊，即款的水质啊，若无龙啊，甲鱼哦，就无一个国家就袂生存啦。吼、哦，啊，恁这中官爱替阮这渔民，吼、哦，真啊，检讨想看卖。但是恁搁一部分，恁这阮这第三班的，阮是拢咧饲这大尾三白鱼，啊，甲迄、那个。迄、那个三百批苗啊，恁这野鸟吼，白龙鼠甲暗光啊，甲阮食阮这鱼面的这鱼啊啦，阮一定甲你要求啦。恁看要偏大侪来弥补阮的饲条件啊，恁若唔嘛，我进党，今仔日做第三日啦，有款叫做面的仔啊，天尾光鱼啊拢被风车围咧扑啦。飞龙鼠头一万只落去搞弄啦，搞阮阿爹搞弄要破解啦，安尼鱼仔全吓飞去啊！万一惊飞龙鼠，安尼真啊惨死个，安尼死头万外尾啦！恁爱即个政府爱着替阮考虑一下，恁若是敢讲恁拢坐办公桌个，讲啊，反正阮在渔民死了了，安尼就不对啊啦吼！啊，搁路边个恁只个野狗。恁政府爱去想一个办法，爱希望只野狗比一个，恁着去创一个地位，通去个饲只野狗啊。拢掠出个路边咧放，啊，阮暗时啊咧出入，向阳台拼我来，阮闹上车咧，一只骑机车阮团，也着拢煞拼拼落去呢。恁干那即个安义路啦，阮安南区三十里，迄条安义路，只不过甲阮饲三位啦。这个城西街二段，哦，城西街二段，俺饲三位啊，拢饲伫路边面的，现在拢人来创业，一位拢伫咧十外只啦。恁来政府爱着替阮老百姓想一下，唔通讲安尼要放老百姓死，那是老百姓啊死，恁话那无一个国家啦。哦，我安尼谢咧感谢恁啦吼，哦，哎是真啊谢谢，哦。谢谢诶，朋友，你讲三个问题嘛，哦，好，来，安尼就咱来即个回答咯。第一个问题就是科教科补助，天然灾害补助，这个是先市府这边好吗？啊，要拜托国家大声点咧。我今晚咧不会回答问题，啊，即个市府先回答一下。我知道，那个程序你先讲一下，我们再讲啊。啊，第二个是那个用油单用几有天的多少的，这个部分就请天佑组长啊。他回来一个骄傲啊，跟一个压道，那个是不是市府这边的？好，好吧，好，那个先那个天然救助的部分，你先来说明一下那个程序，好，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个。哎，大家好，我叫你台湾市政府哦。迄、那个头仔讲着，即个呐像蚵仔的即个天然灾害哦，啊，伊讲即摆含咱分流的即个补助的标准无同嘛。即个问题，咱伫去年吼，咱个渔民就有来反映。啊，阮当然，其实即个只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讲，同款的一个面积吼，蚵仔伊个迄个补偿费含迄个文革的补偿费无同嘛。啊，伊即个是以伊个从伊饲的成本来算嘛，啊，即个阮前过，我嘛是有来甲中央有来反映讲，其实即阵咱即个蚵仔咧饲的，从阮的成本应该把拢有增加嘛，所以敢是伫咱迄个标准内底吼，针对蚵仔即个一公顷也是两万五，即个标准会当过来提高吼，啊，即个问题伫咱中央单位因旧年嘛有讲，因后壁若要来修正即个
这办法的时，这补助的办法的时阵，伊来考虑来办啦。啊，第二个问题是讲，咱要怎去核定这个面积的这个方式嘛？比如讲哦，咱也是温啊，咱就是以规个面积安尼来核定。啊，咱这个蚵仔，这个咱就是以咱的空拍图的以实际上饲的个这条的这个面积来做这个核定吼。啊，所以伊这部分，阮当然阮伫旧年同款吼嘛，就来请讲咱中央这部分针对这個，敢是有一个全国啊是这样同款的一个标准来做核定啊。所以嘛，针对这部分吼，咱当然看敢是咱讲请专家，还是咱这個。这中央单位吼，针对这有一个全国的规个标准是要怎做吼，爱咱来共大家说明吼，啊，下面咱互咱这个鹅啊吼，含咱所有的这养殖这作物吼，看若是若有灾的时阵，拢会当得到一个适当的补偿吼，谢谢。我想感谢国林科长的报告，不过我伫只呾要替咱在国这边，甲咱这替咱用心甲树林这雕花翻译了。因为我想是，就讲吼，其实咱农作物像咱即区园咧种风格豆，也咧种葱啊笋啊，啊咱农民拢嘛伫，你啊靠葱啊靠笋啊，你嘛是会路咧通路，啊咱天然材咧救助时，其实规区嘛是爱落雪，吼。啊，因咱放蚵仔时，其实咱有爱有滴白啊伫遐出去，就交咱的卡路同款。所以这边我是较倾向讲，尽量建议中诶这个专家学者吼，因为你无可能拢无用得白，你着记咧拄个蚵条无可能嘛。就叫咱伫横边咧，同款你爱行路同款。啊，是啊，咱咧行路时阵，我要咱风景道，我买一条路行。敢讲这路我着要扣掉啊嘛？其实这是大家咱参考思考看嘛，这是我有哪要替咱这个渔民大家发声吼。啊，另外第二个就讲，迄阵咱班长来讲野狗的部分哦，我来拜托这班长，闹野狗影响着是麻烦随卡1999吼，啊，市府这边个动保局这个囡仔，市长交代，内工局会当加起哦，随抓起，迄毋过个人就随抓起吼，啊，这边要加班长做者报告，我想伊想跟咱市府做简单两个报告。另外在南国北方地区，我来叫他买票。阿伯，咱地方地区好，咱叫他买票，叫伊要来抓的人，啊，就来个车也对伊袂叫，伊就不爱抓啦。啊，伊讲要换一卡单啊，讲要坑遐黑啦，到我就甲报啦，讲一卡8000块，那胖子我来甲赔啦。恁这政府都赔坑遐机票啦，吼。有迄几样情况，其实咱就抓起，啊抓无，咱就继续抓，抓，抓，莫讲造成咱变成迄个财产损失啦，吼。各位大家好吼，叶叔用一个昨天的经验吼，就稍微报告一下。第一项，大家拢伫遐咧想讲迄个救助的部分吼，救助的部分是用迄个成本的差不多10%来去做的，所以大家拢讲也拢无够，迄是希望讲互大家咧。进来的时阵吼，有法度先去做头前两件复原的部分咧做处理。第一项，头前咧讲来讲，咱的规定内底吼，迄、那个合格的部分可能新旧啊，也是讲即卖成本悬啊吼。啊了后，啥物只所在吼，讲可能迄、那个合格的部分是你安怎去计算吼？阮这边则来去做检讨啦吼，检讨讲看要安怎做处理，大家来去了解。啊，是讲要哪来去定审的部分来去做吼，这个部分带着大家报告。第三咧讲的讲就是迄个电费的吼，啊，大家报告吼，电费即马基本电费都甲国有咧补助吼，阮即马是补助了后，阮即马是对大家的这边家即马咧到付款吼。啊，其实企业处这边家咧做的部分，上主要咱咧讲吼，饲鱼啊，就是饲水吼，饲环境。你环境爱心做哩好了，你才有法度去做遐物件。所以，企业署即马上主要的钱吼，就讲咱咧做用地的公共建设的部分，迄一年拢开1000亿过去吼。
去停车，拢是要开你去停车。啊，其他的部分，咱辅导的部分，我们尽量来去做处理吼。啊，电力的部分呢，有爱需要检讨的部分，咱来去做检讨。以上，谢谢。嘉豪，我甲大家报告吼，只要你是做跨机接单的吼，就是室外余温的部分，迄拢无法度去做处理。但是咱有一挂所在也是设所谓的黄鸟网或是黄鸟绳的部分，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处理。啊，都有第二项就是处理即卖吼，希望讲来做所谓的室内设施养殖，像头一个住咧楼卡，那着阮上近日咧讲的吼，讲啊，即摆着落雨落得较大一届落，一天半暝的部分安尼落来吼，迄、那个环境的变动的部分，这个部分你若无法度去做所谓的室内场吼，其实都难去做处理的吼、哦，所以处理即摆是尽量咧尽处理什么部分，是希望讲大家来做起来定位方式，才有法度去对于所谓的天候的问题，甲尽量去来撇变吼。啊，即摆若要讲。安怎去撇变讲是安怎要来新的部分哦？因为气候的专家拢有伫遮，来使咱气候的专家来做了解一下。以上。排水哦。好，排水。哎，等一下，等一下。刚刚那边好像有人。好了，你先等一下。哎，好。这个哦，我想讲哦，这个。有啦。哎，这个。我感觉讲咱家己就法度去参与迄个波涛伊伊个结界吼，啊，咱台南遮，哪会讲破一个？啊，其实从对阮遮渔民，差不多对阮遮渔民来讲，一个小可数据啊，也无到食嘴干啦。讲起较歹听，阮听着这消息，看着这份。去到阮个监管委员会要甲认证个时，讲早都忘记记了伊啊！哦，啊，即摆是讲伊要加只中官，啊，咱下当讲加配一寡迄个保证价格或者是，啊，因为今年白虾啊，搁拢大家拢是死，这份乌龟啦，连十一次都无啦。我啊，只渔民大家拢。用迄个腰子腰甲拢无成本，甲迄个买二下个两单啊，我听着吼，买二下那是无迄个啦，没有结果啦。事实上，鹅爱会救赎无吼，这天灾救赎的时候，是爱较公平的是用鹅苗，所以要强化迄、那个，即摆苦工作人，甚至我们这边一定要强化迄申报的时候，鹅苗会用鹅苗来计算啦。因为恁所谓反正迄个鹅苗在反正时候计算是以空照度，但是伊落迄个空地变哪算对无？所以还是要用那个放养申报那个鹅苗哦，以鹅苗来计算，哎，大概较方便啦吼，安尼啊，较无迄个迄个优优，而且不是打鹅苗尔，而是咱进目前的迄个鱼块来计算是不合理，因为咱即卖迄个养殖面积是扣掉你的番迄个整个塘土黄扣掉，哇，这个是很不公平的。诶，我唔捌，唔知讲咱迄个政府那边吼，要安那起这鱼啊吼，免，因为扣掉免两番啦，哦，所以哦我。你不把劣质像咱那副格钓讲的是正确，因为同迄个产的下迄个时阵，啊，都一根做的安尼，迄个一寡要施工哦，要用的下迄个，是啊，那咱的鱼不啦，花不劣质，关键有咱的养殖面积。哦，这天然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因为整个设施是包括咱的那土地使用无，但是啊，啊，咱政府申请的呢，养殖业登记了，结果咱这边公文就是安尼啊。啊，佮有迄个渔电的补助，我知影以前是五千公斤的补助，迄个电池啊。啊，后来被取消掉了吼。我希望讲吼，下当再恢复，因为我反正过两天。而且我啊，咱各位渔民讲吼，是讲因咱即摆是无水产养殖吼，所以咱即个每一遍的救赎，天然灾的救赎吼，拢是看目前执政者何必算预告，啊就来开一下治疗咱，哦对咱较好。啊，无的时吼就是。有可能哦，上面是一个重演重事重宽呐，来到后壁面在执行地方哦，因为公务人员咱嘛爱考虑讲因
迄个有一个法律问题，所以吼，这点吼是讲，我们现在虽然养殖法讲是不为啊，伫阮养殖协会内底已经提出讲说，叶子也跟我回答好几次了，讲啊已经叫人去迄个是自上离的收高，反正这里我一管的是就像迄个海洋大学迄个江湖松啊江老师嘛，已经做规范迄个虽然养殖法有内底规范，下当就提出讨论嘛，哦，要赶快，因为你有无虽然养殖法，我讲咱目前恁说。所讲的吼，会爱用 yes 这定位，因为我阿恁报告你讲，目前到今年，咱迄个一年的养殖经费还剩无几亿啊。以咱农委会内底要几千亿的经费，咱用实的经费内底还编不到几亿无。以前七五千万的时阵吼，十年前七五千万，咱个阿个无够，现在剩无几亿，所以咱这养殖水产养殖，你要看咱这几人来无，咱的政府还对咱的效果是安那哦有。好像是啊，伊个所编的经费就知影。然后是讲台南市有迄落三分之一的养殖面积，三分之一养殖面积，结果咱的放养生报团、咱查报人员吼，会编的不少，所以这个这是最大问题啦。哦，因为你若无法度通，无是讲遮个人会当，哦，迄个经费够遐吼，哦，遮遐人去调查遮个鹅苗地的鹅苗，含咱这放养的经营是，你欲。因为吼，难免即个公务人员，伊要就是讲吼，对救助的办法，有可能会有那个顾虑啊。啊，所以我以基本讲吼，必然要做些事吼。你们不是只有把我们的问题带回去而已，就是讲条件的建议要他执行。哦，我是感觉讲这上重要啦。哦，报告完毕。哦，多谢吼，多多阿两位两位王理事长讲的，我感觉足多吼。即个即摆就来回答吼，我先讲一下，有啊，总共五位的即个朋友吼，来讲即个问题吼，阮拢会记起来，吼，啊，拄啊回答嘛会记起来，吼，啊，即个拢会记录，吼，啊，以后即个若讲有即个建议，来努力啦，吼，来即个即个台湾来努力，吼，来即个先鱼价的事情，等一下吼。那个王理事长在讲这个科条还有余温的这个计算，这个请这个监优组长啊，余电刚刚已经有回答了。那水产养殖法啊，还有经费的部分，还有查报的人员，大概都是我们的事情。那先让这个监优组长来回，然后最后来讲一下这个鱼价的这个事情。大家报告一下吼，迄、个第一项就是头一个水产的部分，讲要用科条来计算吼，莫讲像原来的部分有的是用公顷的，有的是用所谓的条的，有的是用白的吼。这个部分，阮会来到头一个部分到底检讨啦吼。反正就是要安怎去做吼，即个头一个你讲要有一个专心一致的做法吼，啊，这个部分会来去做了解。啊，含头一个你讲的是不是换汗？哦，这个部分要弄起，还是讲弄壮的养殖面积啊，要去做处理的部分哦，这个到底做检讨吼。啊，第二项就是头先你讲的水产养殖法吼，歹势已经提过两道吼，处理的部分，伊平头个拢有一寡意见吼，阮即摆再来做加强。第三项的部分就是伊遐咧讲经费的部分吼，事实上安尼讲吼，你头先讲你话迄是做管理的部分吼，其实都有其他头先你讲像讲。用进公共设施的部分，吼、哦，啊，即摆政府即届来咧做的所谓的能源的部分，那是希望各位用进这边遮来去做处理吼、哦。啊，然后，都有其他的部分，哦，就，台南市这边迄个查报人员的经费的部分吼、哦，这我就头先报告了吼、哦。最近就是因为讲，含别的咱一个产值要三百几，要四百个部分吼，含规个所谓的经费分配。一些是我们也发觉需要再去做努力的吼，所以这个部分，阮即马最近差不多也都开一个大会吼，希望讲，提一个中长程的计划去咱行政院来接触吼，啊有法度给大家加啊信心，有法度去做处理啦吼。啊，上尾头一个讲迄个台南县农台南县渔渔会部分吼，我来报告吼，迄、那个部分是迄个渔会自主性的吼。自主性的部分是希望讲要做促销跟协助，所以需要数字名家的话，因代理要报偌济部分来去做吼、哦。啊，这个部分呐，代志有问题，再大家都拜托回应，因为这边他去做回应以上。
安尼回答，唔知啊吼，因为迄个拄啊王理事长咧讲迄个计咱的预算的部分吼，我知啦，光是这个公共建设就2亿了，好，那啊咧咱拄啊迄个总经理讲吼，咱阮甲迄个主任委员吼咧报告，咱即个用即个规定吼，伊要甲迄个行政院来争取即个预算。所以这部分应该是最近真紧有这个结果啦吼，所以这阮来努力啦吼。好，来，阮继续来迄个，来这位，来关。长官，啊，咱各位大家好哦，我是北龙区乡村里的里长李连林啊，我做里长七遍拄啊第八届，哦，啊，遮。今仔日，哦，对咱政府1808年照顾移民发展座谈会，我拄啊第一次参加，啊听中官哦，才听到，真正我来反动啦吼，啊，而且我有提三意见啦，哦，就是移民的困境，我做头都40冬的份啦，哦，即摆后果就要领老人年金啊，即摆第一条啦吼，就是讲，三我有接到富邦。外务咧讲咱300000的保险的代志，爱甲讲咱移民负担1/3，中央1/3，市政府1/3，但是市政府的骗的有成功100万，咱咧头头讲那是有咩吼，都已经预算了解，就是人剩60万。结果赞，我是想想讲，这个动机未歹，我甲讲好，要来搭保险。结果赞甲讲。市政府已经剩了80万，剩了20万，迄落已经人用20万去啊！啊，请教你保险，吼伊的负担讲100万有剩，啊，讲剩了20万，啊，这个保险居民遐多，是毋是会当来讲吼？来从啊这个看限制一期啊杂志，吼啊你得要居民后面无唔多灾人先报，唔灾人多老损啦，哦这。好、哦，这是我第一个拜托的代志，哟、哦，啊，第二条，就是咱这个国有土地的代志。你讲像阮乡村啦、啊、吼，国有迄落乡村国小以西，全部拢国有地，啊，国有地，迄是哦政府霸占去的啦。都自较早马英九做总统，去阮乡村，妈妈叫上个金钱啊，啊，上就是。较早人过乡地时阵有，你若是讲啊，我食老都无法度人做，吼、哦、啊，即想要转租，人政府甲咱发，迄落做啊3级的违约金，咱人啊袂得即个名，就会当过名。但是到今拢做啊无法度啊，卖讲啥啦吼，像讲我做啊了，我从阮啊的建筑物啦、鸟啊啦、水门啥的，啊是阮啊开垦，我要转租。有别人，安尼也袂动啦。哦，啊，做啊了钱也袂动。哦，啊，比如咱讲，为人囡仔做财政，读啊博士，读啊公务员员考考过，失败考两期，结果恁一到倒来，我都通倒来做阮啦。哦，啊，你希望讲这个转租的问题，哦，会当解决一个，无，就是居民一定爱死哦，政府判的啦。哦，啊，像阮乡村遐土地遐是拢。政拢家己开经个呢，叫政府霸占去个呢。哦，啊，即摆搁一点，就是，哦，搁一点就是讲，即、這个头啊，哦，即、這个社会中个事伊咧讲，你靠迄、那、落、個、左右输迄落咱甲政府拉来，你我甲你做做三届，做三届稳啊，结果嘞再补助一加倍，哦，都扣起来讲稳啊话啦。啊靠！迄落讲有阮也无还，你是要吼？安尼安要扣租金，就全部扣啊头啦。啊要补助，迄落阮也还就无算啦。哦，这也做无理个。啊，搁一点哦，我甲你讲中国报告，你像今年做阮啊啦哦，事实，迄落三字啦，惨啦。你进300里缩啦，300里继续缩，你饲了贵。话就是讲，若认为讲
无歇就是用来放屎放粪粪尿，啊放粪尿，今年啦，落雨落久，落雨落一时三天，落甲迄因为粪尿啊的湿性是咸的啊，落啊剩八九年，结果诶一寡雨拢落对山哩，即摆咱要换外海水啦，哦像阮乡村的条件做好，咱边吉出溪，北边八江溪，西边台湾海峡。即摆若拄啊无许个，尔泄落换水困难，结果今年一寡雨水啦吼，拢落袂沙，从啊落啊，阮阮啊水是九厘，外海水是两厘，规个粉鱼啊死了了。哦，要逐政府先补助去供水啊，阮无法度啦，阮无面目啦。哦，啊我伫甲中华报告，就是讲，你较早一斤粉鱼啊是三十块、三十几块，是安怎？遮侪人办一间婚宴，起啊七十七啊，哦，啊，物件就是物以稀为贵啊，就是无啊，哦啊，生产者，搁一边生产者即摆无收啊，啊，搁一边就是作食啦，就是啥，即摆讲在空缺工啦，阮啊种哩啊做好势呢，水的水一个进一万两几个，讲在空缺工。从啊规个做到三倍，啊从啊一生等于讲破死个，规单无收啦。哦，啊像今年，迄粉鱼死甲，要甲政府签补助，迄是讲事实是比去年佫较严重。哦，八五年八二三是足严重个，啊今年是佫较严重个，啊结果个袂当补助。哦，啊即希望讲有当时啊吼，是有影创啥有一个标准，毋过嘛得看管啊。哦，是安怎物件市场？创造一个市场机制嘛，你就是侪人办，啊，佮数量少，物件才会起价啦。哦，啊，希望中央肯重视一下。啊，拄仔伫位伫遮，啊，拜托讲，即、這个土地肯定若无遮渔民，我看未来需要需要政府看。是安怎讲呢？你国有土地，人无法度通好，较早是讲啊，我食老无法度人做，无。啊是做袂成，我从这款哩转租，安尼也无法度，应该是发三期的违约金，我今我发落来，哦都发落来，啊就会当加减啊，哦都单门啊也是欠人的通用啊，哦啊无像讲，哦毋是讲我家己咧打阮囝啦，公务人员过考啦，啊读博士啦，两支技术牌啦，伊到可能我明年六十五岁啊啦，不是啊过岁啦。搿是我要领老年金，阮囝敢有可能倒来做阮啊？哦，啊我是讲事实，非常不利于咱家己。哦，啊做袂开，就讲啊，只要迄个政府甲你限制，袂当转租，啊袂当转租是啥？叫伊面试哦，政府看。哦，啊希望讲这问题会当解决一下。啊，我咧讲这个土地的代志，我是总统马英九时阵也定情，就较早就定情啦。哦，啊希望讲会当。因为事实无合理的政策，就甲渔民会当解决啦。谢谢。好，谢谢这位好朋友提出的问题，让我现场再插播一下。然后就是呢，现在感觉呢，现场真的非常踊跃，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解决。然后我们的立委郭国文立委呢，已经呢来到现场。听大家讲，哎，我在听完以后，好，然后呢，他已经加入了我们关心渔民福利的行列，我们欢迎他到现场来，谢谢。好，来，请这位先生。副部长你好，各位渔民大家好。那个七股海岸土地资源保护协会杨慧琴第一次发言哦，针对这个渔业政策哦，有一点想法，想跟长这个长官建立一下哦，以前我看到哦。按伫农业的部分吼，按政府上届大个作为就是伫迄个稻米收购价格，伊因为四十五天啊，伊是当补助一摆，但是即个补助一摆对这农业敢有啥物改变吗？完全是无的。四十五天以后当补助一摆，即卖即个农业稻米嘛是做收购，嘛是无搞到即个问题。今日按这渔业的部分发生的问题，你若阁一直想在。现金救助但补助的部分这个物件，以渔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是无解，这正解决的。所以，按个关度的部分，可能爱优化整理优化管的，
你逐工逐年逐只个灾害咧救助补助，这毋是问题啦，这袂解决根本，算根本。做安尼政策面是这渔业的政策爱重新调整一下。以上就是讲大概就是安尼，但是咱即摆农业有咧调整，就是讲对1906年开始有一个气候变迁的农地调试计划。安尼渔业的部分，我袂做了这个部分。伊针对三个部分，就讲你渔业的类型爱先加用我出来，什么渔业，安大概说渔业做一个观点吼，就是讲你的渔业这个行业有啥物脆弱度，伊有啥物影响，你爱做一个调查，做一个评估。第三个讲你要安怎调整，你三个方案安怎出来，安尼渔业较袂造成这个问题拢无解决，因为即摆讲的是治标不治本呐，吼。啊，即摆来讲，你即摆从这三个方案做，伊就开始做区域划分。好，这是上我所谈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来即摆按沿海希望讲，这渔电共生会当替咱这渔业做一个能源转型，不，做一个渔业的升级跟做转，这算做转型吼。渔业我相信身为渔民嘛，希望讲有足济资金会当来帮助咱这渔业做一个大的翻转、大的转型。但是问题即摆伫这所有提计划书内底，只有是拢无看到款型的。计划输出来，啊，这个渔电共生，即马所渔电共生的部分是电温啊花，插电棒插48插号电尔，有提到任何经过的渔业计划，各伊的产销，各伊生产，变啊做拢要讲到这個，你若一旦过去以后，这土地是加种植的尔，伊对渔业的转型是无完全无帮助的。所以讲，这地方是按顶管的渔业处，也是农委会这新搭这渔电共生的时阵，希望大家注意这个问题。诶，安嘛渔业嘛，因为这个渔电共生的计划，诶，但就按渔业算渔业，有法度跟国际做接轨，做一个世界竞争力。吼，第二项是安尼。第三项哦，现主持吼，按所讲到的吼，即卖讲你即卖整个事情方式吼，讲你物啊有啥物灾害。有啥物损失，也是有啥物生产过量问题，咱即摆是讲透过渔会系统一个卡，是毋是？刚刚建议只渔业署会当补助一条经费，就讲希望会当补助只渔会办，就讲你会弄一个迄个通讯软体，做一个群组，你一个群组上来，大家三甲班班长，因为咱三甲班有经过做一个迄个中华渔协辅导嘛，可以渔会辅导嘛，可以用这个为通讯软体的部分就去发。安尼合作是好，正好个，毋免讲你逐边顶管咧做啥物件，啊下骹遮拢毋知，爱一个坐骹，安尼合作是真歹吼。以上三项建议。对，就这样哈。一位过敏哈，因为我们是用三个人的提意见来我们回答，好，他们都哈，每个人提很多的时候，可能两个就是来回答。啊，多，因为你另外一个杨会长哈。提了很多，我们就来回答啊。来，第一个哈，因为李主任讲的这个保险的代志哈，这个好像是四虎啊，这个部长的部分就请四虎来回答啊。啊，因为国有地的部分就请我们这个组长啊。那个我要来讲，那个三家啊，两家的这个我刚刚回答过啊。好，我们来研究了哈。啊，过来是这个嘛，搁是一个问题哈、哦。那还有就是空出夯，好、哦、这些问题哈、哦。然后哦，这最近这个大号的代志，好、哦、这个哈、哦。啊，过来就是这个杨理事长在讲的哈、哦，跟这个我们这个渔业政策哈、哦，跟这个补助不是办法啦，好、哦、要有一个长远的。好，一个是渔业政策的问题，啊，过来的是渔电共生，好，这个比较大的事，这个都让我们组长来稍微回答一下。好，那但是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啊，我也谢谢杨理事长在讲，尤其最后一个，好，那个要做这样的一个通讯软体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做法。好，来，我们是不是因为啊，我想我简单报告两个。第一个是讲，迄阵有咱个乡亲咧反映讲，迄个办保险啊，啊个保险公司讲自保，其实吼，第二要照顾咱渔民个吼，你应该若有保险，咱迄个家己算算个核收，咱紧来报吼。安尼有当着问题是阮高中叫咱立现吼，即个袂要紧，你毋通去听外口个人安怎讲，应该咱家己算算，敢若会使收吼，啊咱就来参加即个保险哦。我想伊个是渔业署一个政策个，嘛希望讲会当照顾咱渔民啦。
按过程就是有当时因为较早保险时第一届上班有做提批评，我拄迄工有一当拄迄温度足低，所以第二当大家了兴趣做足悬。按过要考虑到一点讲，无领着迄个救助时候，其实是讲咱治疗好，啊，并无被咱疼痛吼，爱着是实了去。对大家迄个保险险咧，迄个甘输赢啦，啊，事务绝对是徛伫要照顾咱是咪入去吼，啊，绝对来真诶，全力来帮忙。第二个时阵，也是搁一个先辈有咧讲着，就讲，迄拄啊李委员啊来到现场，伊讲，咱这鹅啊，来讲这气温啊，咧算这平台救助时阵吼，有较无合理所在。啊，阵咱诶王三号迄个理事长嘛咧讲，我总记者咧讲，咱即区园，我人爱行路咧出入诶所在，咧举办红街道，是咧举办厂，咧咱诶厂啊，选好做林做顾客，这全部拢是算伫咱救助面积内底。啊，不过咱这是农业诶部分，咱伊骨啊。多要从咱德化要行路，甲扣掉，吼、哦，啊，这是我感觉有哪较不合理啦，吼、哦，啊，再多几万人遐，我讲这是咱检讨的所在，安尼讲大家嘛，你无可能你讲你行路落去迄个咱的校内底咧讲要用遐学地，无可能嘛，所以我感觉这方面也应该是大家有咧共识，啊，咱嘛建议树林这边会当甲咱做一个迄个参考吼，以上。大家好吼，这边只大概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概是公有财产地部分吼，转租即摆禁止嘛吼。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拜托因为本人的处理吼，大概是要对转租符合迄个工作这边只，大概找了后吼，找迄、那个公财产局的部分吼，来到阵去参详看，啊拜这个部分要来拜咱做处理啦吼。我是建议这个部分可能要拜托市政府只吼。可能大概了解一下，咱整个区内底有偌济公有财产地部分有一寡转租吼，有一个伊你听咧讲的吼，讲有诶，即本来就是因诶地是去互霸占的吼，即、這个部分要安怎去做处理吼？我是建议讲，因为属地主业部分来市政府来斗相共，啊，树林这边遮吼，徛咧产业诶问题，遮来大家斗相共，这第一项吼。啊，第二项的部分就是，等下空车行，我是建议讲，因为头一个一开始人咧放的时阵吼，人咧阮头一个就是咧听你讲讲，迄个粪尿啊饲袂起来的部分，就是已经放起来讲，如何养好稳妥的迄部分吼，内底都讲着，等下拜托大家是是准时收这边来讲，来甲大家说明吼。啊，第三项的部分就是头一个会长今仔咧讲的吼，三项，第一项就是讲要安怎去做。整个区位的调整的部分哦，其实阮拢有咧思考啦吼，啊，头一个这个部分，阮会向市政府吼，这边才来参详，看要安怎来去做分配哦，啊，你后会使用专区的使用或专款的方式来去做处理吼，这个部分来做处理，啊，头一个建议是件足重要吼。这个部分其实即卖有诶人拢有咧所谓的赖的群组吼，赖的群组的部分吼，我这边加阮来辅导，渔会啊是讲协会的部分吼，建立赖的群组的方式。来大家的资料吼，因为阮拢有转出来给我靠家，啊，阮也有做所谓的渔业署的 FB， 也是做养心团的 FB， 哦，请大概若有啥物灾害所谓的预警的部分吼，阮拢有伫内底去做发布吼，啊，拜托大家若有闲，会使去当看一下，哦，啊，上过渔电工的啥物部分吼，大家报告了吼，渔业署徛立场吼，拢同款，要安怎徛咧，养殖为主吼，啊，绿电维护的方式来去做处理。啊，我这边只系向市政府啊，大家来共同努力，以上，谢谢。那个组长，请教你一下，是，你不要讲来分离，那个地吼，到底是有行啊，无行？我有在整个在场上要安怎，你嘛讲我较具体。大概就是讲，之前我看到的新闻是，那个苏立伟那边了，有咧协调，到最后是有放租，我等一下把那个找一下。啊，你不要讲我出来，先讲个案例，你就提来当然做常客啊。啊，你讲个有头无尾，好歹势嘿。是，啊，这是专属的问题啦吼，李总，哎呦，安尼做处理啦，咱本人一个咧吼，我迄个咧提出，啊，我甲招股十三叫个大来请，安尼好无？吼，袂啦，莫拜托，袂啦，你讲啊，坐啦，我甲伊协调啦。来，要解决问题啦，吼，李总请坐啦吼。靠阮阿华，靠迄个道理，啊，古达，你有道理吗？那个无道理啊。昆南华，甲咱市分了，甲卖行昆南华嘛是爱行啊，咱是上拢是面积，都无算，这应该算嘛，对无吼？哎，这要处理啦吼，啊，确实啦吼，
农业政策也好，渔业政策也好，袂当讲干做补助啦。啊，不过第一期你无做补助嘛，袂过，嘛袂得过啦，讲较白啦，因为我嘛知影。啊，当期做法，对球都对球做法啦吼。因为我是最近吼，常听啊一寡话啦吼。啊，不管是沙白拉咱乡，沙白拉计上较无好嘛吼。啊，迄、那个副处长看要出，要提转去。啊，昨我嘛有甲吼农委会主委办公室遐联络吼。就讲哦，将是迄三百万吼，然后甲社会吼，看去收收的做远洋吼，来做番鸟鱼的迄个吼，迄、那个鱼钓钓网来使用吼，这是一种鱼饵使用啊吼。收三百万社会啊，安尼啦吼，啊外社会要收吼，你决定啊，计啥物鱼，我当然袂当想歹啦，歹咱不要想要创啊，吼，这第一项啦吼，贡献吼。啊，第二个就是讲吼，我最近第远听到，我嘛唔知讲我本地啊去订无过。本来我听讲有人在争取啊，我就无介意话，想有人在做就好啊，咱莫想急。啊，但是我正个听一个吼，哎，蚵仔部分吼，蚵仔部分，本来要差出侪呢，蚵仔是阵仔拢开口笑，啊，蚵仔结果一工吼，补助20000，本来要补助要12万啦，嘿啦，吼，哎，差出侪够有影，啊，我去调查是有影哦，嘿，你拢无啥知影，不晓得饲蚵仔哩，啊，拢饲本来尔。反应过啊，真来反应过啊。有反应过啊嘛。我昨昏搁，我昨日搁特别同迄个陈吉忠陈主委讲啊，讲吼，这爱调啊，这无调吼，人连来申请都无想要申请啦，嘿啦，连议员都无要议员，哎、欸，你属听我边边我看你个，哦，差不多是即几个，我听着差不多即几个问题啦吼，啊，嘉义嘛，你讲啊，嘉义讲遐老鱼，我做咱遮饲老鱼啊较少啦吼，啊，可能是杀来啊较济嘛吼，啊，就针对即几件吼，啊，拄则想讲来保险啊、渔民作业啦、啊、吼，就那来补助啦、啥货吼，这拢好。伊也输讲就好啊，吼！啊，即阵啊，咱政府确实有一寡补助面，也是放宽的啦，吼，确实有放宽的。啊，当然有一寡渔业问题是远洋渔业问题，迄远洋渔业问题，甲咱这甲无啥物明白，咱两边讲啦，吼。啊，就即个部分吼，大家尽量问，吼。啊，政府有做，你就讲互大家听，吼。啊，即好讲啦，有做即讲好讲就好啊。啊，有问题找我，啊，我尽来找，吼。我负责来找你嘛，吼。安尼好唔好？吼，吼。多谢委员。拄仔讲的，我拢记起来吼。啊，这个鱼翅的部分，阮一直咧研究啊。啊，这个委员交代我们会上来的吼。那主席，杨慧清，杨会长在讲的嘿吼，确实极端气候有些吼，对，含昆里阿嘿吼，一寡物件会损失吼。即开始我正嘛，拄着问题，农业有问题，渔业有问题，安尼。你一寡极端气候甲这样天然土地拢无符合，我都无符合。啊，即有人时啊是爱透过保险来做些处理，啊，但是爱逼迄个营养素也好啦吼，迄个农民也好来面对这个问题，吼，啊，这是新的一种问题形态。好、哦，这样一点来改观。我同意刚刚杨慧清杨会长的想法，不能只有处理农业的部分，要处理渔业的部分。哦，好，主席，你会讲的拢。我你会讲的。好、哦、好。因为咱渔民，我是说，那天拿你会讲的，因为有一个很重要，伊讲，我无希望来剥削渔业，我们希，咱希望啥呢？剥削咱的田间，把我们的养殖成本降低，咱的纳税人的饥饿。才能够真正面上呢，咱的鱼啊过小，是咱养殖成本过高嘛，咱这电池就会管，所以应该是伫迄个保守阮的电池同迄个要求迄个饲料少无降低，因为你的保守率低的时候，因为咱台湾钓已经760人无拢是安尼啊，哦，我是希望讲是真正要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要咱有竞争力在上水，哦，所以我是希望讲哦，伫恁地方因遐吼要责任。你农委会这边是要再考虑咱的迄个电价，不像咱的电价吼，它降不落啊，你晓无？咱竞争力了，甚至咱的消费者嘛，当一个咱一个合理的价钱无？所以用纳税人的钱来合理补助，安嘛对？好对不？我所以电价啦，电价跟那个养殖成本那个地方是从那个地方着手。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迄、那个我绝对反对那个室内设计，那个室内养殖，你知道呢？室内养殖一个700，那是只有。打什么？打迄精致渔业，还有法度通去承担迄个电池人买袂啦。所以以室内养殖吼，我希望养那个鱼池这边不要再重蹈覆辙吼。迄个室内，你要看如意斯遐，含金车饮料的东西，做完了迄个室内无，迄养殖，包括咱迄个杨贵人遐无，饲迄个石斑仔，精致的拢失败啊，拢失败啊无。所以唔通阁讲了，哦，这
咱的台湾是只鱼竿，台湾遐大块，你叫伊搞抗促促进来开几千万啦，大概这鱼竿来开几千万啦，对不？而且到时候会造成洪灾危机也是哦，那个是那个对我们来讲是不太那个啦。真正要解决问题哦，不要只有把它推到那个室内养殖。你安尼新闻景观的是，你连到那个用新闻景观告示咱的鱼给人是对消费者公平啊，那连到政府要过来就说嘛，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然后我现在。你看嘛，是一电共生吼，诶，那审查委员，我不能说不行，但是，其实我邀请人，我一定会帮咱家家一样，也去过家诶渔民的把关一下那里。现在本来一电共生是最好诶的是，你讲你到华顶啊，帮着现在用心的人吼，以华顶会当做啊开始收益嘛。结果因为，迄个有可能咱的配套无用到吼，迄个立法院，咱的配套，农委会那边配套无，一电共生的配套没有做，无周全呐。哦，所以变成这样呢，反而是毕竟地主较好，啊，咱个遮真正需要帮助的，遮个遐遐好养殖吼，他新做遐关来的渔民，煞叫刮走啊！哦，这个是现在最大问题，而且它会影响到吼，因为在设计方面，它是如果来逃避你40%的那个设施啊，哦，所以这渔夫呢还变个做水戏水池。所以我也在那个审查里面提示很多，希望农委会那边路哈能够真正啊，人家去关心这些，本来是节制好的，让我们现在需要的力能的哈，发电哦能够达到跟我们养殖业务哈，让它一个共赢的局面啊，这个不是，因为上面农委会那边写的很清楚的，讲哦是以用心为重点啊，但是不是只是分规划了，他个那个。反过来，因去啊规划我，他都丢给叶生，而且在水事署那边的资料，2018年哦，我发现分鱼要注意，分鱼是成长迟缓，哦，迄高温休息的时候，本来的八个月，我发现的高温时候，八个月让饲较好哦，我讲有可能要避淡化，所以这个哦，这个是严厉的，因为我看水事署那边的报告的话呢，也是这样子，我希望说，因为伊啊设计的抗天的迄个啦48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危机了啦，哦，所以我一直在每一次的审查里面都有提出这个问题嘛哈，我希望说也提出来说，因为农委会这边，既然新庄委员也让个恰起来，地方审查人也参过，很容易把地方也好现在的意见嘛做充分的表示出去啊，哦，报告完毕。好，我接下来问问题，你说地方审查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类公司现在市政府啊，市政府要先审查。对，市政府审查完，然后说中央也要有地方审查人员，就这个意思。对，要有一个就是我的这边农委会派是因那个上面的一些专业人士去联络，他跟地方能不能结合的？因每个地形地物都无同的时候，你大概理解。嘿，所以经营无同的时候，你叫遐拢不过他唔知咱地方的下关的时代。要知影这地方的，当地的地形，哎，对，每个地形都不一样嘛。哎，它特殊的地方嘛。对啊。好，好来，嗯。各位，我阿哥永宽，阿哥永久，大家好。我是迄个七宝，迄个青湖迄个人吼。我伫厝内发言吼。针对今仔日的议题，即个沙巴人吼，即个永久吼。伊咱七宝方面拢是即个沙巴人分享即个遐个部分。针对即个问题，伊就是讲，咱即个家己保养即个鲈鱼的捕捉迄个沙巴鱼。因这两个所在的鱼仔咧掠，拢有一百度。是啊，咱台南区域是沙巴鱼的故乡，敢若只有20度。来，即摆即个补助是补助何啥？咱是补助何种是鱼苗，还是分配？在即个养殖沙巴鱼放盘的时阵，政府恁做啥物动作？即希望讲咱即个渔业署，咱即个长官会当处理即个代事。来到过来就讲，咱即个分鱼啊，发生迄落疾病的时阵，请问敢有解决？虾啊发生疾病的时阵，敢有解决？即个水产外销的问题，请问敢有解决？鱼价何时款啊？来互即个鱼苗无法通生存，即成本问题。成本问题带来着即个饲料、水电、成本、人员，
的支出。哦，那么咱渔业署是遮济，哦，渔业的团体，哦，大学教授来做研究，到底替咱种植渔民，到创造第三。哦，啊，希望讲遮顶顶的发言哦，的物件哦，啊，会当来做一个答复。哦，政府嘛一直提倡哦，要爱这个中青年哦返乡接手，哦。但是收购价不稳定，进口哦冷冻食品就打压养殖户，哦，啊，所以讲养殖户苦不堪言呐、啊。希望各位长官哦，啊来到咱七股哦，来开这座谈会哦，会当哦，哦养殖户一个欢迎的大餐，啊，大家来为这养殖哦来谋福利哦，啊创造未来，哦，感谢大家。好，刘先生好。来，换一次给他，来主持。嗯。好，刘先生好。来，咱两个拄啊，王理事长甲这位那个哦，方所长来回答哦。第一个就是那个电价，我们再讲一次啦哦，因为拄啊讲有回答过啊，就是我们会回去努力的哦。电器的部分，啊，回来就是这个反对室内养殖，这个确实啊，王理事长讲有成本的问题啦，哈，但是这个设施养殖也确实是可以抵挡这个，如果做的比较坚固的话是可以抵挡的，这个就要看状况了，这个我们了解哈。啊，回来渔电共生这个要怎么样来这个等一下请组长这边再回答一下哈。那过来有讲到一些文革成长迟缓，哦，还有刚刚都阿迄个朋友在讲讲文革白虾死亡的这些事情，哦，这个麻烦部长这边再讲一下。刚王理事长讲的可能是你们的试验的那个结果吧，我不是很清楚吧。好，那过来整个养殖政策部，因为我们最近有跟有跟那个温那个杜阿公陈其仲陈主任委员哈，我们有报告一个整个这个养殖的一个政策啦。我想请等一下请那个组长哈，大概稍微讲一下我们大概未来的一个方向，好不好？那先从那个从你这边开始。好，各位对文革跟白虾的问题哈，哎，刚刚我先回答王理事长，我跟理事长说那个有那个太阳能之后文革的那个，你看到我们的数据，那个是我们做模拟池的时候，今年以后我们会把一个比较完整的整年的数据弄出来。模拟池的时候，因为你看到迟缓是入冬以后生长会迟缓，因为入冬以后光照不足的时候，因为又加上遮蔽了40%。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别，哦，可是呢，如果再把它换算成它的存活率之后，这个情况可能又不一样。所以要看我们今年比较完整的数据出来以后，请王理事长我们再来讨论，哦。文革的问题啊，哦，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过我们就是，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跟各个学校的老师，哦，一起，我们又组成了更严密的联系小组啦，我们再继续的再来讨论。不过今年以来，事实上台南嘉义这边的文革的产量还不错啦，应该是想起来，我们去年有做了一年半的这个文革科学化养殖的成效，事实上在台南跟嘉义这边逐渐的有显现。那今年以来是彰化比较惨，应该台南这边应该是收的比较好啊，哦。白虾是这样哈，哦，我有做一个叫做防疫型的白虾的养殖示范计划。那我们是水事所这边是专门针对白虾专养，就是专门养白虾的厂子来做的。那目前有6个示范场，那我们已经开了9场的示范说明会哈。实际上每一场经过这样的防疫型的处理之后，他们的产能大概会有增加1倍以上。哦，那我们开的示范场哈。每一个示范讲习都有超过80个人以上的关心的业者来参加，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00个业者
来分享这样的养殖 的成绩、哦、明年我们争取到预算会继续再增加六个示范场。那个我知道鱼肉史这边有另外一个振兴白虾养殖计划，是专门针对混养的，可能会比较偏向于现在台南这边的养殖模形式。我知道他们的成效也相当好，那是透过学校老师来做推广，可能等一下可以请电邮组长来说明一下那个的成绩、哦、明年同样的针对混养渔业署会编一个计划继续来做推广，针对专养我们会继续做我们的这个白虾的这个防疫型的养殖的设施的这些计划、哦、那目前为止我们也辅导了这个白虾的这个虾苗商他现在做这个比较好的国产的这个虾苗的生产的、哦、他大概已经有可以掌握到全台湾所需要虾苗的三分之一的产能了。好、哦、那我们会尽量的希望能够从国内的优质的虾苗这边来做一个改革方面的改善。好、哦、那以上先报这样，谢谢。这个很神啊，咱今家这个中华会的这个黑鸭的部分，我来做一个管理。以我本身我是一个那个黑仔场啊，我是虾苗厂，哦，所以说虾苗的部分跟虾子的养殖我并不陌生，哦。所以说，拄只咧讲啊，讲迄个军事所，哦，伊也办足侪场诶座谈会，参即个现场诶观摩，哦。那吼，咱就咱台湾，哦，就咱出国来讲啊，咱是混用专用足少，专用足少。阮去参加遐，对阮有啥帮助？伊个设备，伊个条件，军事所郑金华老师伊刚无讲 SPF 的苗。那么今年有没有重创台湾的养殖？重创台湾养殖的时候，养殖户问他为什么 SPF 为什么重创我们的收成？他回答一句话：因为里面没有 SPF 的成熟。这是回答吗？这是一个回答吗？之后，等一下就不在了。好、哦，我会找一个。那么你们说苗有控制，那么控制它的来源，你们是控制哪些？是让它基因比较长大吗？还是它的稳定性？是不是？哦，最终爱讲较详细的，不是讲的出来就对了。我把你经用心来做啊，哦，做产的什么会保护足济，但是再讲一套，到收集这个信息，八九十个，咱台湾养殖的当中有几千户、几万户。一场八十个、九十个去参加，足济吗？啊，你有参加着无？我唔知这信息，我唔知影。参加我参加过来。啊，你参加几个片？啊，你记得无参加过来？啊，今天参加过来，然后我再讲。哦。啊，豪哥，那你冇讲话咩？因为吼，我有去参加足济场，啊，我拢真正去遐看，哦，啊，遐了解，哦，我嘛感觉吼足好。不过一个足大个问题，按伫按台南市这个所在来讲吼，真正讲。有做遐个设施，有做遐设备个桥、轨桥，几乎吼90%-90%吼拢无。啊，你讲若无遐个设备个时阵，阿变怎做成功？吼、哦，会较无铺路啊，因为无做网鸟网，哦，啊你讲安尼我治袂起，啊，所有拢是我个问题。如果现在按台南个迄个设备安尼场所，啊，到遐只能去开呀，哦，真安尼做袂到啊，啊，所以我感觉这是。政策的问题，啊，这是有责任的问题无？哦，所以我直接来讲的时候，我感觉吼，今仔下早来讲，我听遮济，不过足济问题来讲，我感觉拢是咧做标语。哦，先老表来讲，因为我感觉按独放养来讲啦，放养来讲会当掌握按所有的讲只放养量，啊会当去分配只所有的物种伊的每一项的生产。不过这部分。按大家来讲，拢足认真诶做方向，结果有得着啥？敢为着讲要来有灾害补偿尔吗？哦，我感觉这是唔对个政策。哦，啊，第二来讲，即、這个补贴部分来讲，哦，你讲每一届来讲，事后按开来咧切尻川，我感觉迄无意义。啊，补助敢补助了，对讲唔对？哦，就简单举例啦。哦，以前几当前个时吼，我到美国去看个时吼，我有看到啥物情形？我看到吼，三百二，我足欢喜。今年美国有三百二，吼，伊个市场看到三百二，吼，啊，结果一个问来是遐个三百二是有可能引进高水。啊，结果伊这三百二来讲吼，我看到来讲吼，有100克个，吼，有300克个，有200克个。
啊，我问伊讲，啊，是安怎恁鱼啊来讲，伊进口者啦，进口者讲，伊讲吼，基本上来讲吼，这鱼啊，你啊一尾来讲吼，六百克的，伊遐足侪拢是活落咧食。啊，伊讲一尾鱼啊，我爱食几啊天，我食袂完啊，所以讲无去伊边遐鱼啊。啊，而且大尾鱼无一定好食，无一定有符合。吼、哦，所以讲因咧落听看的时候，落讲诶，一百克的，有三百克的，有六百克的。啊，我感觉这是一个政策。按台湾，吼、哦，三百鱼饲到遮久啊，啊，结果来讲，每一档的介绍拢遐歹。讲坦白话来讲吼，大家饲三百鱼有去，像阮台南市遮部分七股遮啦，吼、哦，大家拢都听命咧饲三百鱼，结果大家逐档拢咧了钱。这啥物问题？我感觉是政策还是啊？吼、哦，所以讲。基本上来讲，是不是要从这个政策来底安来做改变，才会当真真正正落实去帮助着照顾这些渔民。哦，我今仔日讲是讲，其实遮一个问题来讲吼，唔是靠补助就当解决，应该是从政策面来讲哦，去做调整。哦，谢谢。哦，谢谢哈，那个刚刚我讲的那个 SBU 的，再说一下。刚刚有讲过、哦、那个我们现在水事所是专门先针对专养白虾的、哦、那事实上渔业署补助的这个振兴白虾养殖计划针对混养白虾，我知道成果也相当不错，应该是让是不是建佑组长您可以说明一下你们的那个成果以及怎么样去推广这样的。可以讲吗？李二，主要先生哈。我跟你讲，恁的人包括那个啥那个叶树吼，只要销售先我管一下哈。恁这个问题足严重，我跟你讲，白虾做好办。啊，为啥物会今仔出问题？政府话你嘛爱去管理，拢去饲个足好个，几百虾仔个，伊都找你看个，五届十届伊有去看无？啊，为啥物只要销售就出问题？我跟你讲，已经十外年啊。我当世界刚刚好，我准备放鞋啊！我今仔今仔徛出来跟你对面跟你讲吼，你应该是我检讨啦。为啥你鞋啊够啊？一单两个月单多少？你只养收六个月，为啥这样啊？白鞋只两万啦，你做啥只养收？为啥这样啊？来个第二条，饲鞋啊要怎办？你无要去研究我饲我的，你是死的。研究死的！我今仔我从面家来讲，二位，你听清楚哦。只要台面好要管理着，你干哪要经费？啊，经费出来做啥事？办活动吗？饲虾有走市吗？大家拢业者，一个月你上外要做啥事？公司的话来讲吼，饲虾也无啥物技术啦，不简单啦。啊，你无去骗了。饲虾啊，变色啦！爱做啥物？爱做啥物？这个保姆啥物货，拢骗人的啦！恁这赚偌济？爱订买烟酒吗？我今仔徛伫遮，我这样，我刚徛伫遮，伫遐来讲，我一个人，为啥物你来这严重？写书单来这严重？为啥物虾子、虾母竟然这样啊？在搞卫生？我第二。白虾有三种品种，一种叫蓝虾，啊，佫有一种五彩尾，一种蓝尾。叫人去找蓝尾，即摆叫我，即摆号虾仔名叫蓝刀鼠。即摆存活率足悬，但是伊袂大。叫虾仔条专门咧做啥？啥物去 PS？ 啥物名我骗人个啦！我甲你讲吼，钓南美洲龙子团个去，毋敢做虾仔啦。啥物叫虾仔？台湾即阵大陆要上好个是泰国。我咧做高温咧，待会咧做35度高温，怎啊做？你家己好好检讨。水事单位毋是做来骗骗色，毋是甲摕政府钱要做红过。我讲一点哦，我敢徛伫遮来抢啊！好啦，我袂记起来，好无？我收起啦。哎，副书记，我都袂收起。我说是甲所有代志拢公开。哦，大家都公开的哦，我徛伫遮，特别甲你安尼讲哦，这是公开，这黑在上边人家讲的，我讲你知。那各位做虾哦，为什么虾仔放落会袂死，袂大？
当白遐吼，剩下你做简单啦，我甲你教啦。方伟，你要听无？两千岁白了，百分之九九十五，一百个未死。五千岁白了，死死一半，你看。想要白遐做领导，加水也要装卡，下水也要装卡，装卡装袂过就死啊！为啥物台湾的水汝遮低？你只要上班啊？只要上班汝毋办？为啥物变水的代志汝无人解决？干人遐薪水，做班模要做，要做啥？做广告的吗？郑博士啊，请搞了，因为像这样听起来这边的话，你不不用副所长，你也一头了。我来讲，你来我来讲。这个物件一有你，大家拢捌过，我敢当你请的啦。部长，你的重点是怎选唔到钱的关系？不是不是不是，台湾是养猪出问题是爱清水、爱动作。上届失败的物件是啥？包括白点标拢是安尼来的，虾也无土地病毒。我全世界讲啦，我听听来来讲一句，虾也无土地病毒，白点标唔是病，是土地引起的。你咧看无？泰国飞机 A 五 B 长长我所有讲的都是。我是讲，台啤台啤酒吼，养猪场五百家、一百、一千家，我死定。放了两个月来收卖，拢是排队排单排。拢是拖这个问题。来，老护士另外过来，我跟你讲，伊在讲生理五月、四月、二月左右、六月、五月，有四份报告，拢完全是伊在讲是失败。叫伊公报出来，主要影响砍掉10%，影响掉40%以内的水质。你若要做伊在公生，就是做专区型的，就为着所在做伊在公生。即目前第一代、第二代太阳能无代志，但即波网都无污染。上届今第三代出来，即代污染都唔着，我就当安尼讲，为什么我讲太阳能？第三代因为伊发展了即个第二代能源。但是伊总有一条建筑，建筑即块做量有重金属。恁好爱监督，即两年前伊拢有一有资料啊，唔敢公布。农委会老四月份有四份资料，海洋大学报告出来拢失败。所以讲，你要叫政府去推动即个渔电共生，因为农委会甲你讲的，渔电共生我唔敢，我无要做，但是我唔敢宣布我无要做，因为伊甲你设甲你支配。安尼好不好？我总是知影在做个代志，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而且大家拢是我当面安尼甲你讲。啊，以前公司就是无情，七股就是有情公司在操作。因为接广百姓了讲，今仔等于你吼，你做以前公司做做个，即你无在老板，因为伊转别人，伊付袂了。个人袂当做油粉啊，做以前公司油粉啊，老板一定爱用公司名，一定强调，包括。伊有做护士叫你查看来啊，经过我三个操作，啊出啥物问题，后壁有啥物内幕无，你去查看来啊，好无？刘先生哈，你不是我来讲，我就师傅来讲，啊我刚安尼跟你讲就是我有在场，安尼跟你讲。啊，四人用这边出来后边的，我这边长官，你来办公室。为啥物坐了四六个月？做下去，后边叫人要讲。好，谢谢了哈。我在。八开。我在。八开。换一支啊，换一支。我搁在补充点。甲台南县这位合作拢台南市啊啦，遮放大变啥物啦？实在拢阿婆啊，找各个拢倒台。确实真，恁政府爱哪像一个桥，一个桥梁，互阮遐渔民看啦。
阮袂晓得，恁敢知道？已经这鱼啊，外销的500公斤，讲30块啦，啊，落800公斤才34块啦，啊，若看卖老的才头40块啦，这是无法度能生存的啦。以前的时阵啊吼，这料也贵啊，工资也贵啦，电也贵啦。以前那是在我本身的经营啊，我是担任第三班的班长，我有那真好大胆啊。阮第三班的干那这个三销班的许个鱼苗，3寸、2寸、5寸、4寸，阮班员都要20个啦。一个班员上少要一个300万买啦，一单要再赔300万买，2寸、3寸、4寸、5寸、6寸啦。甲这个食鱼，阮本身副班长、扛把班长啦，阮了看有一个几啊十万斤的大尾三万啦，爱有42块，才会创本钱啦。那边三十几块拢阿婆吹过拢倒塌啦。阮是在只渔民做无奈，阮许侪嘛袂使钓鱼来咧种个行业去啦。毕竟这个行业政府的政策一直无要甲渔民吼改变，爱落出个刁钻，确实着有咧钓钓的人，伊过程伊安怎实验，拢是遐无咧钓的人，我袂讲好，拢阮人赚偌济啊啦，好啊，拢个对利润偌好啊啦。已经确实是安尼经营袂开啊！已经，恁爱恁来做甲一个，一处长、一局长、一个许大家中官拢上着了，吼、哦，副处啦、秘书啦，啊来再处长，大拢中官拢个个在上。恁来研究来参温度遮个怎样有咧多个有咧多个人，看这个缺点是伫遮。啊，包括白鞋啊，这个先生咧讲，足对啊。我本身话呐，一当拢啊，咱了要几啊十万鞋啊，侪钱啊，拢放头3遍4遍啊，拢放伫个300外万，要三四百万买，一百斤3.5万，拢每一年个放个头尾就头尾40几就咧死啊啦。咱人唔知影，为人死前咧报着，许个拢是哩。爱头尾休头尾两礼拜以上，来就要采工，来要采工，佮过一段时间，佮再考试才去研究。嘛是有个有别人去，有个别人去个休啊，我讲是放4遍啊，安尼问题拢无成功啦。啊，实在要甲放袂落，吼、哦、啊，恁遮吼啊，我头前啊有甲恁提议，这点钱爱着甲恁堆装起来，爱着甲恁补充起来，吼、哦、啊，这个野狗。无通食，拢落到阮阿阮阿伯甲拍鼓，甲食阮的鱼啊！啊，搁暗时啊，阮哩出去嘛做危险啦，吼、哦！啊，这培养师甲暗工，因为咱爱肯关心的处理，唔通讲干那麻烦这渔民，啊，咱戆渔民，戆要出，啊，我年岁足大啊嘛，个人我有许淡薄仔经验，啊，我确实淡薄有咧经营的，唔是咧咧。讲叫拢看到规套做无半套，我讲会到做会到的啊。好啊，安尼今日就互恁也成功哦。真感谢，谢谢。多谢。诶，你拄啊讲的，我拢记着哈。那个，咱是不是安尼上尾吼？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就互阮组长讲者，吼，咱来结束今日的座谈会，好无？第一项，迄个李处长咧讲的吼，伊在工商的部分吼，拢会使纳入所谓的产地迄个管制机关是团体的部分吼，即阮来处理吼，啊那无法都是农业省吼是来做处理第一项。啊第二项咧讲的讲在协助吼，要做分用啊是啥物嘢包装盘啊是介绍，其实阮管制机关在底下咧做研究吼，拄啊开始是用所谓的协助促销红情况，从今啊台南的部分就咧做三六二的促销吼。啊第二项了后，咱都开始讲有法多求，头前咧讲的吼，除非去评价用奖励的方式去来做一寡协助吼。
啊，你后头会像头先你讲农业的部分哦，对于这个介绍的部分，才会去做后面的收购的部分，这是另外的做法哦。啊，你后头先你讲讲啊，讲要做制造的部分哦，头先有你讲补充，美国的部分哦，一年像1987年吼，2000吨。2000吨三六二有过去遐啦吼，差不多主要的部分拢是80%以上拢在国内烧的，所以介绍的话侪吼，侪阮来去做了解吼。啊，上尾就是讲，哦对，反正吼，我暂时外国这边只个讲法吼，尽量卖去做帮助的部分，是希望讲政策的部分来去做吼。助理即摆开始咧做这个检讨啦，要安怎去做来做处理，来去做处理吼。啊，头一个先生伫遐咧讲的讲。咱咧白血部分、白部分拢是有混用的吼、哦。啊，素人啊，知影了解这个部分，你即摆最起数专门咧做用其他的部分吼。阮素人即摆就是用工作方式来拜托迄个学校的来写斗相共吼。但是因为医生的部分有限吼，阮会尽量来去接触、来去扩大示范场的方式来做办理医生嘿。好，安尼吼，即、這个今仔各位的意见吼，阮拢记起来吼。啊，伫现场的答复，阮嘛会记起来。啊，转去了吼，拄仔李伟嘛讲吼，即、這个会记录吼，我会互伊，伊嘛会提供后者后续的即个处理吼。哎、欸，是是是，你讲的有诶，对，千万块啊！